新专辑啊，然后这张专辑呢非常的应景，靠近了2012，总是有很多的预言，对，恐慌、未知，这个感觉。但是他们用音乐带给大家希望，他里面的歌词写得真好，名车、名表、名鞋，对，带走了什么？你带不走，对啊，对不对？那个歌词写得真好，写太棒了。就你听那个《诺亚方舟》那首歌，你知道吗？你感觉上你站在甲板上面吹着那个风，然后你就觉得你也在那个方舟上。歌词怎么会写这么贴切？真的哈、那 MV 在台湾拍的吗 ？MV 啊、MV 对啊，对啊，台湾啊，外国人都他们住台湾了、台湾应该也不少外国人。你知道吗 ？WTO 姐妹会有一大票。是，我说哪里找到那么多？感觉好像在纽约拍的街头群众演员。好厉害哦！对啊，有很多的外国朋友。最后全部聚在一起，拿着那个蜡烛的时候，那感觉变得更 peace 的感觉。在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分你我了。对，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伸手拉一把。对，哦，那种感觉就是这样。真的，这张专辑一定要支持啊！但是他们今天谁赢谁输有什么特别的呢？真的，对不对？但是赢的人呢会宣传专辑，那是一定要的。当然。但是惩罚有什么？好，惩罚呢，在第一关卡，如果你没有超过30分的话，我们有一些很可怕的道具。哦，哎，除毛啊。除毛，只要你身上有毛的地方，我们都可以除，好不好？哇塞，除出名字，哎，带一整集的啊，带一整集的，好丑，哎，真的丑，很可怕，哎，还有一些会影响到专辑销售，这个字要贴在脸上，啊，贴很多，他的胡子。哇这哇哦哇哎你们也不要以为就是啊这没什么了不起的最可怕的就是这些东西都没洗过这样超恶的是的好啦希望你们今天都有很好的成绩啊对音乐大会考首先呢我们先来听一下前奏歌曲猜一猜 Here we go 想到哦什么歌今天的歌绝对是你们都很熟悉的，我们不可能找你们麻烦。来，阿信，石头，请告诉我，我不知道，我知道。梁静茹的听不到，是梁文音的听不到，还是梁静茹的听不到？有陷阱题哦，有可能是有人在现场唱的。对。因为我们百分百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听证会，比如说梁文音听证会，他有可能会梁静茹都听不到，或者是他喜欢梁咏琪的短发。梁咏琪是谁？梁咏琪，梁咏琪，好可怕，难讲哦。如果答错，你分数最低的话，揉头发染成黑色。哎呦，哎，没有看过阿信头发染黑色的哦，没有，很少嘞，应该是梁静茹的。梁静茹，确定是梁静茹的，听不到。到底是不是呢？请看解答，律师要有。当当，答案就是梁静茹所演唱的《听不到》这首歌，可是五月天阿信填词作曲的哟。情歌天后搭上阿信的创作，是不是超级好听呢？恭喜答对！你写的歌你要听这么久，太久没有。我比较怀疑的是，奇怪，马莎怎么猜不出了？见你真的可以吗？欢迎。算了，把武士刀拿出来，不要让木村拓沙生气好吗？不要闹好不好？木村拓沙，真的。好的，接下来混音歌曲猜一猜，也就是瘦哥最害怕的两首歌 mix 在一起。哎，小心，有陷阱题。哎，有陷阱题。哎，快，陷阱题。我知道了，你知道了，那两首歌要猜对吗？当然，当然了，而且他们谁唱的也要讲哦。哦，好，好不好？好，混音歌曲猜猜 ，Here we go。就是维他命 ，LOVE，LOVE，LOVE。来，激动什么了？激动什么了？哦，来，告诉我，那个五月天，燕安居。
五月天的恋爱 ING。 五月天吗？是啦、啊、你确定吗？然后私奔到月球就是陈绮贞跟五月天，到底是不是？恭喜你答错了，这题要十分。在听的话扣十分，我泄题的话扣五分。有一个歌名是对的，可是唱的人是错的，是另外一组团体唱的。哦，你们觉得在乐坛里面有谁可以跟五月天抗衡？就是一个团体。你们心里面你觉得瞎狼？瞎狼？哥在多大？哎，来，冠佑哥 ，ING 是你们吧？我们是谁？我们谁啊？对啊，因为我在想，能够这样的话就是我应该是他们才对。那我们是他们是谁啊？单飞比较好。你确定是单飞比较好？你有没有觉得这边的脖子有点落枕的感觉？不是因为他有疑问，好不好？没有，他有一直往后看东西，不知道在看什么。哦，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了哈，没有，没有就好。那好，两首歌，哪两首歌？恋爱 ING 跟那个恋爱 ING 谁唱的？单飞比较红唱。另外一首歌。另外一首歌就是《私奔到月球》，是五月天跟陈美凤，误导一下，我们跟陈绮贞唱的、啊，你们跟陈绮贞唱的，对，哎，我讲的我们就是五月天哦，当然当然，对，是五月天跟陈绮贞唱的，恭喜答错了，哎呦，哎呦，我们上大号，我们的步骤都知道，但是你往往会少了什么？来，你擦屁股哦，擦屁股完了呢，洗手哎呀，你看你跳过了另外一个步骤了。就少了什么？看，中肯，你会看哦、喔。对，所以我要低调。你会看？哎，怪兽，我们只想低调一点，只想低调，超级低调的，超级的。对，就是单飞比较红，什么歌？恋爱 NG。然后私奔到月球，谁？不可能五个人跟陈绮贞一起私奔嘛？然后怎么样？阿信、陈绮贞，恭喜他对了。你看其他对啊，是这样。第一首歌就是由创作才女陈绮贞和五月天的阿信所合唱的《私奔到月球》，是一首既甜蜜又温馨的歌曲，非常适合情侣对唱哦。我们去感受，那我要的真空，你就是维他命。而第二首歌则是亚洲无敌霹雳天团单飞比较红所诠释的恋爱 ING， 帅气的程度简直就让大家以为是你们的歌嘛。桌上一台喷射机，恋爱 ING 改变 ING。 哦，恭喜答对啊，是的，哎，不错。好，接下来呢就跟我们刚刚所说的一样，消失歌词猜一猜。是的，你们常常会唱很多很快的歌词，但是往往呢别人可能听不太清楚。现在要换别人的歌来考考你们，待会影片出来的时候呢会有一句歌词打上马赛克，腾腾，所以你们用你的听力来猜出那歌词唱的是什么。是的，请看题目。 Here we go。前面四个字就是我今天失败了，但是我绝样，我就是再来。好，因为人只要一放松的话就没了。你们两个应该觉得蛮无力的，对不对？这第一句啊，这第一句，这一题是三十分。我们如果再看一次立夏的话，扣二十分。先扣二十，先扣二十，没有，那再看也没有用。扣二十分啊，大魔王啊，所以你可以听出来。我们扣十分就好了。对，扣十分，扣十分，扣十分。我们再来看一次立夏 ，Here we go。有感觉，永不放弃，用超越去粉碎是非。你答对，只差一个字错的，差一点，差一点。你好厉害，你只差一个字，哇！大魔王居然可以在第一次就被打败了，是什么？不快，去超越。再说一次，
去超越，不是叫你去超越，去超越，怎么乖啊？怎么乖啊？我是老死了，再讲一遍，但是我是老死了。永不放弃，去超越，去粉碎是非，到底是不是？请看解答 VCR Go。恭喜大队，好了好了好了，厉害厉害厉害，这真的很厉害，耳朵听力很好。好了，接下来看板题，请将歌手名联想至歌名。这题是罗志祥先生发明的。比方说，昨天我跟几个朋友骑摩托车去五月天，五月天想到什么歌？尬下下，厉害！哎呦，就这么简单。哎呀，你有什么事有困难找我，我都给你五月天呐、啊。哎呦 ，OK 啦，因为我刚比了没？哈哈哈哈哈！我比出来了，我比出来了。哎呦，好了，就这样简单哈，一样抢答哦。没想到孙燕姿来上班，事情就给黄鸿升，真是有够倒霉。不会讲秦抢姑啦哈，不会。我有在看你，秦抢姑，你家你家你家，不会，我没有说姑啊，我有姑啊。懂吗？秦抢姑家来懂，知道的，耶。来，告诉我，没想到第一天来上班，事情就给搞砸了，真是有够倒霉。第一天搞砸了，哇！拜托，五月天要下雨后才会出现，连这都不晓得，真是罗志祥。五月天什么歌？罗志祥什么歌？下雨会看到什么？下雨后会看到。五月天什么歌？那连这都不知道，我真的是啊，罗志祥了。我差点讲出来了，不晓得真是惊讶。哎呦，哎呦，冠佑，拜托，彩虹要下雨后才会出现，连这都不晓得，真是败给你了。Oh my god！ Oh my god！天啊，开窍了，而且他非常的精准哎。来，接下来，你不喜欢吃杨宗纬就算了，不要在那里嚷嚷说要叮当。杨宗纬什么歌？叮当什么歌？有点 A 啊，有点 A， 有点 A。来，你不喜欢吃洋葱就算了，不要在那嚷嚷说要离家出走。哇，你们都很强哎，恭喜答对了。哇塞，好，真是。接下来玩的，接下来是那个主持人朗诵歌词，猜一猜。那我们现在要抽签，抽一张，抽一张。没想到哎，我们现在要抽关主啦，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人。这是谁？哦，好，有啊，看到了，可以让大家知道吗？对啊，为什么你抽了？叶问，你要变魔术？雅西福，老师，很久没有放叶问的。雷电猴，雅西福，我系袁春。亚门，唔想再上嚟，唔要再爱嚟。哇塞！先吃鸡。悄悄的飞逝，抹去我俩的回忆。伍佰《浪人情歌》。确定？确定。怎么可能？吓一跳！我要猜对啊！真的是错的吗？对啊。伍佰的《浪人情歌》，确定？有这么简单吗？就这么简单。两个人下，小小好厉害哎，好强哦！因为这首歌哦，它的前面的歌词一开始进来就 image 就有，对啊，很厉害啊，对不对？对啊，而且你听得懂粤语的。对啊，好厉害，我已经仿佛我练过了，我练过，你练过对？对，因为我看。恭喜答对，就是伍佰大哥的《浪人情歌》，这题30分，厉害，平均差距越来越远。好，现在请马上冠佑使出力，来，一人抽一个，是不是？当然，两个人都要。看一下你们的惩罚是什么？好，我们看一下，玛莎的是爱的小手，冠佑你的是胶带湿毛毛，太好了。可赖，胶打哪里？打手，打手，打手。哎，你知道我们下过两礼拜要演唱会，对不对？那打脸好了，打脸，打手。你有高位调，手很重要嘛，打后脑勺，打后脑勺，对，后脑勺会痛死，好不好？
然后闪，小心啊，很痛哎，真的吗？还是打屁股好了，打屁股，对啊，打屁股，不不不，因为你都站着，因为这是后面有座位，所以他屁股很重要哦。你们这些演唱会就是四四面的，对对对对，后面有座位，所以屁股很重要，屁股不能打哦。那你所以你是脱裤子是脱裤子，脱裤子，对，裤子后面有洞哦，来。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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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手下留情不行，这我们规矩是这样的。胶带湿毛毛，我已经先贴好了。你这没有什么手毛哎，真的哎，你没有胡子，怎么办？你在研究人是不是？好奇呀，他腿没什么，腿有毛，看一下，那只能脱裤子了。哦，玩那么大，再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他贴那个是这个吧？然后一样啊，胶带是毛，哎，那没办法，就要脱裤子。左手，左手还好，左手还好。好了吗？这个，这个真的有痛。对，好，好，胶带湿毛毛。哎，我已经贴好了。这哪有？哪有？哪有？哪有毛？有啦，有啦。对啊，没有，没有毛啊。每张那边哪有什么毛？就贴你毛最多的那里好了。脖子没有毛啊。我看我们警察紧张啊，可以了。你没有手毛哎。我已经先贴好了。你们这没有什么手毛哎。真的哎。你没有胡子怎么办、啊？你是在研究人是不是？好奇呀、啊！真的没有什么毛，我们一般都有手毛、啊。因为他男性荷尔蒙就怎么办？比较少一点。所以他通过结束再把腿贴好了。哎，腿嘞，腿嘞，他腿没什么毛，腿也没毛。你看一下，那只能脱裤子了。哦，玩那么大、啊，这一段哪有？那很小吧？对啊，按了，那这样不行，那要再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再给他重新抽，再重抽一个。想我已经贴好，白贴一个，重抽一个。对啊。他贴那个是那个吧，沙龙包一样啊。胶带是吗？哎，那没办法，就要脱裤子。这个是真的是没办法了。您再来电动寝室毛毛哟。没有啊，也有也有别的毛毛。喝苦茶喽，喝苦茶，喝苦茶了，哎，够心态那不好。哦，这个对，就比较苦。你那不是有杯子吗？有杯子。对啊。哦，他杯子是。没有啊，这个是带珠笔的。公杯的杯子。公杯的。我的算了，都是杯，哎，大杯、特大杯、小杯，对对对，不要公杯子都放好了。最可怕是公杯东西还不拿出来，哎，倒不出来。关于他真的，你等下仔细看他表情就知道了。你看他表情真的，可以了，他真的超惨的。哎呦，他敢喝啊！哎呦，他变了，要去哭了，太苦了，哦，真的好苦。好吧，你们叫苦茶，我们叫甜茶就好了。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他是蛮的。哇，这个嘞！接下来，娱乐事件大会考。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VCR， 因为题目就在影片。年度好电影真是一部接着一部，这部由吉米畅销绘本所改编的奇幻电影《星空》，卡斯阵容超强，连石头都参与演出，而电影的主题曲还是我们亚洲天团五月天所打造的呢。而剧中饰演妈妈的刘若英，从影多年也曾获得不少奖项的肯定，和五月天更是合作多年的音乐伙伴。现在问题来咯，你知道刘若英演过哪些电影吗？请您说出三部。你以为小美这样就会快乐吗？哎，我们没有说请抢答。在这个阶段，不好意思哦，娱乐事件大会考全部都是要喊请抢答才可以抢答。请抢答，好，非常老实。来，请回答。哪三部？全
全程热恋。哦，有。还有少女小鱼。哦，候鸟。哦，还有一个巨作，巨作，巨作，最经典的《五月天之追梦三 DNA》。还有，算，这样就算过关啊，因为它是电影。因为牛肉音小姐呢，牛肉音啊，大牛肉的牛肉音呢，鲁霸音，他拍了很多不好看的戏，比方说经典的《二十三十四十》，没错，它是很经典的，对不对？恭喜你答对啦！好，接下来这个很难哦，因为呢。如果抢答那个人一定要答对里面所有的才能够得到分数。是的，所有，这真的很简单。所有，很喜欢玩那个吧，看图来找茬。嗯，这很好玩，对不对？冠佑很厉害。现在我们就来进这一题，请看 ，VCR Go， 哪里有问题？好，这两张照片哪里有问题？在你们 monitor 里面，旁边板板赶快写下来，要不然你要把所有五位全部要猜对哦。哎，我的笔，可以有几个？有五位哦。有问题哦。哦。很快哦，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有几三哇！哎，来玛莎，玛莎有五个哦。那个冠佑衣服的那个图案，好。然后玛莎头上的头毛，啊，多了一个头饰。然后阿信左胸口的徽章，啊，好厉害！怪兽，等一下，阿信左胸口的徽章是多了什么东西还是少了什么东西吗？哦，这块少了东西，对不对？对对对。好嘞，再来。然后怪兽的左手少了这个。好，再来。石头的下体，不下下摆，下摆，下摆的地方，衬衫下摆，好强哦，超强！恭喜答对啦，没错。我们来看一下 VCR 组，哎，有 VCR， 哦，升起来啦，哇，好强哦！哎，你不是很厉害吗？对呀。我在写这个，你干嘛写呀？他还在想说，哎，这个怎么写呢？非常的认真，他非常的难过，很认真。好，那咱们来看一下蝴蝶姐姐带动唱 ，Here we go。好了，开始了。你们可以把你们心里面的 OS 说出来。讲出来，他比的每个动作都有可能是一个字。他说不要什么牵手，拉拉什么，在一起有。不要不要不要我你不要不要好宝宝好宝宝我走路嘿有感觉就抢答告诉我们是什么歌钓鱼跆拳道不要你喝醉好什么歌垃圾车为什么哪里有垃圾车哪里有感觉哪里有笨手他旁边有个垃圾桶什么？他旁边有垃圾桶？没有啦，其他你是看有吃饭对不？对，有吃饭。吃饭？歌词里面有什么吃饭吗？就是你讲吃饭，你吃饭我洗碗，你哄欺负我，我变我笨。哦，所以他后面有比的这个的吧？到底是不是呢？我们来看一下解答的 VCR。Here we go。我家是五月天的垃圾车，求求蝴蝶姐姐比得动去手语，是不是连我们来宾五月天都意想不到呢？板题乐团趣味变形彩哇！乐团呢，现在是其实有很多的哦，除了在我们主流的，或者在 underground 里也是很多。That's right， 对 underground 很多。所以说呢，你们贵为天团，但是其他的团你们应该也是蛮了解的。那我们把他们的脸呢变形了，你们会定心里面觉得哈，这么简单的题目还敢出？没有错，就是这么简单。因为越简单，其实越难。对，说不定你就以为他是谁，但其实他不是他那个乐团。你以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 SHE， 哎，说不定啊，是哦，说不定，对，哎，不一定，我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他有可能就是，哎，就是 SHE， 没错，来，我们先来看第一组，第一组，请解答，石头，闪灵，闪灵乐团，确定吗？
结果打开的是飞轮海，会傻眼。可以吗？他们参加万圣节的 party， 你们在你们在那 MV 里面不是也有画成这样的？对，有。但是他们里面有一个女生啊，看哪里有女生？有啊，这位啊，这边有一个贝斯手，对，而且他常常上一些杂志，然后身材也是非常的厉害的，对对对，对，到底是不是呢？就都是素颜的，恭喜答对啦，素颜，素颜就大条了，哎，应该要考的是闪灵的素颜，然后他们说这几个人是谁？对，真的，那就他们是，然后好答对闪灵，答对，真的，每个都啊。是吧？闪灵。接下来第二组，他们是他们是谁？这是什么？护与旅，护与旅吗？请。还没，还没。太急了，观众，你这太急。I'm sorry， 你私底下。请抢。大，这不大而已啊。请抢。哇！樱桃帮，樱桃帮，确定是樱桃帮这么简单吗？你觉得我们题目会出这么简单吗？对啊，没有错，就是这么简单，怎么样？你咬我们啦！恭喜答对，樱桃帮。第三题，第三题，他们头怎么尖？哎，挡住了啦。Gentlemen， 他们是谁？他们是饶舌歌手。Gentlemen， 会不会是饶舌歌手？困难。请抢。赵师真的，你们都知道答案对不对？ I'm、往后退三步，往后退三步，哎，来，我一起唱。我的国家的国歌，我的国歌，我家的国歌，你哪里是？接着答。哎呦！哎，他怎么那么坏？去拿我手的，结果他还是讲输啊，但还是输啊，这亏啊！不要把对方拉出去撞墙的，这太硬了，不要差点去撞墙，让你开枪。好，请你跟我这样做。请你跟我这样做。好，谢谢。石头一下，石头。我刚才跟你讲，你怎么了？请你跟我这样做，小猪个，小猪，过来了嘛，过来好不好？来，告诉我他们是谁？信乐团。确定？确定？确定吗？这蛮简单的了。对啊，特别啊，这很简单。因为有个特别黑啊。恭喜答对啊！哦，这厉害哦。他们是维明哥，是阿雷姑。阿雷姑，阿雷姑，阿雷姑，阿破根，秦强。哎，应该他们不太清楚哎。对啊。这些难度哈，这样答，这也蛮难的。我不知道，我用猜的。他们还有一个女鼓手哦。哎，不会吧？来一个女鼓手啊，旁边那两个合音的，还路人呐？路人呐，老贝，跟我讲清楚吗？算了，我的老贝，你胆子多屌哎！哎，他们是自由，自由发挥。哎。这是阿达，阿达是那么另外一个哦，伯恩，伯恩，对不对？啊，他们变形了，对，哦，厉害了，恭喜，真的很简单，错了，酷爱，没有，但是没全答，你没有按，好，熄灯，他表情好酷爱，凝重，不不，你要刚刚你没有抢答的时候，你就先讲答案了，现在我要，没有，我因为我还在想，哦，请讲答，喂，哎呦。出来了，没有没有，我说哎呦，哎呦，阿妹娘，阿妹娘，阿妹娘吗？你这个，
我这个难题我一定要击败他，不要再击败击败他，更击败，麦哥击败，看见你啊？没有，我说爱友，因为我们以为在嘈杂声音当中，以为听到阿念念啊，不人性，好 OK 啦，超爽的，对不对？其实很爽，来换一层酷爱乐团。酷爱乐团，那你跟我说哪个是翻译成？应该是这个吧？对啊，没有戴帽子，没戴帽子，这个啦，是吗？这是阿龙啊，啊，拍谁啦？哦，阿龙，拍谁拍谁？对啊，酷爱乐团啊，好，这个嘞，接着这一组，外星人，外星人哦，那明显啊，有人特征啊，对啊，对不对？请抢，请抢，请抢，请抢。请讲。把地都改，快点啊，还没，我让我很紧张，他的手指就会一直在抽动，请讲答案。好厉害哦，很快哦，绝对音感，说很快哦，这一定是在里面的，说很快哦 ，OK 啦，很强哎，很快哦，来告诉我他们是谁，他都蛮快，苏打绿，快，还记得要回答，苏打绿，要回骂别人还要回答，苏打绿，一心可以二用，不可不慎的，好啦，这一组他是画音，他画冰结布啊。哎，出来！不见得是我们亚洲的哦，有可能是其他地方的，韩国或日本。好可怕！他好壮。这个是有可能是谁？小事哲哉。干嘛呀？对对对对啊 ，Mark。对。见他。哇！你好快，到那一边我们这边听不到。对啊，没有，我很大，我说一直很大声。你看我今天烧香，我还可以这么大声，哪里找到这么好的主持人？你好烧香，一般我真的烧香，我现在学阿杜烧香的。我不听。他一定很爱你，有没有？比我也好好你。烧香，五力。FI 啊 ，FI 啊，到底是不是呢？答对啦，答对啦，恭喜。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阶段谁是获胜。阿信石头120分，怪兽105分，然后马莎50分，冠佑60分，马莎请出列。好，来请抽。哎，又爱的是魔圣，魔圣，来喝苦茶。好了，喝苦茶。对啊，要不然要湿毛毛，尴尬了。对啊，哥准备要演唱会。其实还好，毛蛮多。哎，你到时候它毛很多，一块都不见哦。可是也不过就是毛而已。来来，然后决定要毛，我喝苦茶。耶啊！玛莎很爱吃苦的。对啊，这个给他只能赚到。真的假的？对啊，还是吃毛好了啊。一边喝一边吃好了。好好。嗯。什么男孩子？嗯，是喜欢的意思。嗯呀。他真的敢喝哎！哎，真的哎！哇塞，他喝的好开心。这不错，真的，这真的不错。这没有很苦啊，哇塞！不过加点冰糖会更顺。我的要求嘞，那你回家训练吧，我们会改进。好，好啦，接下来厉害，我们要进游戏题了啊。游戏，那今天游戏题呢，要考的是什么呢？反应。好，什么反应呢？我们就定位置告诉你们。好，接下来玩的是靠反应的，那请你跟我这样做。现在五月天，你们要派出哪两位来跟我跟小鬼来 PK？ 很简单，你们先不用派，没关系，先慢慢让你慢慢想。我们要玩一个好玩的游戏。好，发行新专辑了，专辑又大卖，厉害。但是一定想要更大卖。对，
那更大卖的时候，就会来一些我们人性上面的一些赌注，来点刺激的，人性上面刺激一点，人性上面的赌注，对，好不好？赌注是什么呢？支持正版专辑，当然，对不对？那现在呢，我们要赌的是几张？你们自己下决定。我们就来不及。小鬼他也发行了新专辑，我也发行新专辑了。我呢还未发，但是也可以让你们预购。可以。哎呦，我现在开始预购，可以先预购，对对对，好好哦。哎，你们之前有输过我一次，对不对？你们记得吗？对对对，一千张。好。什么？没有吧？那一次是一千吗？上次输了一千张。真的假的？真的买了。没有一千呐，一百，一百啦，一百哦。哎，你要先想哦。这游戏他们到底强不强不知道，我们赌一万也可以哦。好可怕哦，一万张哎，是啊，刚下一千，你我们不能下到，我们要先赌一万。对你，我们实力可能没那么厉害，他们常玩，你要先下下，你在干嘛？受了，干嘛踢椅子啊？一百张，一百张啊，讨个吉利。一百张哦，对不对？一百张已经可以蝉联一周了。两周，周哦，真的，真的，哇塞，乱讲，乱讲，好吧，那谁要派出两个吉他手啊？反应最快，手很快，对，好了，那就我们的怪兽跟石头就定位，好，就定位到中间来，来，我们先先，来者是客，来者是客，好不好？我先开球，什么？来者是客，主人先开始，会是这样子的，阿凡这样，哦。怪兽先啊！喂，那是石头的脑哦，好难哦。哎，所以说这样子，我也可以喊你，我好想可以啊，对啊对啊，我好想跟 AKB 四十八玩，四十八，那谁啊？中间都会记错，记错，来了，哦，石头发球，请你跟我这样做。好，谢谢，谢谢。哪有这样子的啊？有迟疑就不行啊！对，丑一啊！你要，请你跟我这样做，小猪两下。啊，对啊，我在想说怎么扎。我第一次玩呢，第一次玩，好了，有一个 pass 的过去的机会，好，好不好？一样，好，让你开球。好，请你跟我这样做。祷告啊！祷告，祷告啊！请你跟我这样做。拜托，拜托，我求你跟我这样做好吗？拜托，谢谢你给我们这个丰盛的晚餐。行，哎，这电视播出，请你跟我这样做，多少人在笑？来了啊，准备，好，一二，我们从怪兽开球，好，好，啊，不行，他一定先攻我，你怎么？他压力好大的，我刚是你在想象，你不要想象。请你跟我这样做，小猪，他太早了，小猪，过来了我，小猪，你干什么？小猪不是玩笑吗？有一句话叫什么，你知道吗？不怕神一般的对手，就怕猪一般的队友啊。谁讲的？来换马莎来，我都开始，我都开始紧张了，你知道吗？明明就有玩过，你只是紧张而已，你不要紧张，不是紧张了，没事的，我们对你没事的，没事的，不要哭了，你 OK 的，你需要，你会拍一个没有儿子的。发生什么事？宅男女神安心亚出席手表代言，身穿火红圣诞装，喜迎拼业绩。先前曾经透露，跨年的服装会让大家惊艳，那到底会有多性感呢？会比新天价还要再更华丽一点，对，是比较有设计感的。所以也会露些些，就是一样会，就是比较性感这样子。因为我的歌也比较性感，所以一定会穿性感的衣服。第一次以歌手身份唱跨年，安心亚有点紧张哦。很紧张啊，因为我没有赶过跨年场，然后那个跨年那天又要赶三场，就会有点紧张，然后又怕说到时候天气太冷，我会不会就是声音冻僵了还是什么的。对，所以现在一直都在练习这样。好，那我们之前玩的是直接啊，比如说小猪一，然后没有说一下，没有，因为我们以前玩的是在三跟四啦，
小猪是哦，对，所以他还要适应一下。因为我们这个的原因是要你要马上就转，对，要转更快更难，这懂？好吧，那 OK、欸。所以是小猪，小猪三下，每一个字都在 tempo 上，因为都是一下一个字，小猪三下就出来，小猪三下。赶快啊！旁边有人睡着了。哦，好，好，请你跟我这样做：小鬼三下，小鬼小鬼小猪两下。哎，你两下，你讲两个而已。啊，不是两下吗？他说三下，三下，三下。有一种秒杀的感觉，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有，刚刚也太多次机会，对呀，算公平了哈。对对对，应该。好吧，像小鬼发球了哈。好好，准备，请你跟我这样做：小猪两下，小猪小猪石头一下，石头。马上回来讲，马上回来。石头，你是对的，但是你后面没有继续。谢谢你啊，谢谢大家。哎，这椅子，哎，张飞，张飞，好不好？哎，我先开球。他那一次机会用掉了，我用掉啊，我没有机会。砍他，你砍我没有，因为我还有一次机会嘛。我砍你也没用，你也还有一次机会，对对不对？你们可不可以不要阴谋论啊？好来，啊，应该小小声讲。对啊，你们可不可以就玩游戏？快，请你跟我这样做：小鬼三下，小鬼小鬼，请。都聊过来。我下说什么？说什么？哪天起？大军，你们先出去，我有些话想要私下谈一谈。下楼梯。好，那是混血，真的，不要走。你们定定你是不是？好，你们两个。好，精彩了啊！谁先开球？五十张哦。谁先开球？先开啊！我先开。请你跟我这样做：怪兽一下，怪兽小猪四下，小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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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兽一下，怪兽小猪五下，没有让我。哎，你是一次机会，你剩一次机会，真累了。哦哦，加油！我在紧张。加油加油加油 ！OK OK 好 OK。哎，您恭喜，加油！啊，一百，有吗 ？OK， 是一百张嘛，对不对？没错嘛，哈，一百张，一百张，哇，一百啊，一百，一百，怪兽一百张哦，我开了，不是我吧？因为我们一起吧，是吧？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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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加油啊，加油，让我开球哈，好，啊，请你跟我这样做：怪兽三下。怪兽怪兽怪兽，小猪四下，小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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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兽两下，怪兽怪兽小猪三下，小猪小猪小猪，怪兽一下，怪兽小猪四下。恭喜我们！谢谢，在楼上站起来没发行就已经有一百张了，好开心啊，好开心。所以说要怎么分，就是。要谁买你一百张？你中间没事啊？我中间没事。你怎么中间没事？我是中间了。没有，第一个离开是先输了。我，所以你要啊，对哦，所以我中间没事。中间没代志啊，你没代志。我们只拼最输跟最赢的啊。对对对。哇，太棒了！哇，辛苦石头啦，辛苦啦。哇，小石头一百张，一百张耶！罗志祥要帮人家签名啊，哎，可以给小朋友哈，收出去，很开心。就像我们帮我收歌，收一些儿歌，对，不管销售量或者是电影，任何一切都是冠军。没错，跟大家宣传一下专辑，这张专辑要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讯息？
正事要讲一下，都忘记了，全都忘记了，真的要讲什么？对对对啊，五月天三年三年来第一次发表专辑嘛，对不对？是。那专辑名称叫做《诺亚方舟》。对对，第二人生，对，因为2012就是。据说是世界末日，但是如果末日没有发生的话，其实大家就重生，重新开始，嗯，过自己的第二人生，这样没有错。而且五月天呢，在之后也有很多大型的演唱会，但是抱歉，票都没有啦。啊，但是你如果期待的话，可以到其他地方去看，是的，其他城市他们还是会一连串的都蹦蹦蹦蹦，继续办下去，继续办下去。所以要大家请支持正版，也要更支持我们的天团五月天，谢谢五位。